这个是昨天晚上泡好的黑豆，半碗黑豆啊泡了这么多，然后白面馒头吃多了，今天我们做点黑豆馒头。嗯，下午的刀挺正。我让了磨这两样东西，反正我觉得呢，还是那码头没有办事的有剩余。嗯，卡车错了，还都吃的多了，还不出多多啊。你不吃还是吧？我到多了你不吃还是还想的。跑了多了，跑了八碗才，穿了两碗，又跑了年又多了。你雇主还得不？他不问家能换的不知道，又不知道这层，嗯，不是光撑的，没有想象中的还样式。嗯，还撑了，冲还是那根本剩余了哈。你的都是啃棉缝，都是啃发香缝的，我这要没了发。反正一袋，你就反正不到一袋。一袋能放一袋啊。今天我们来做点黑米馅儿。这个是大姐给的黑米啊，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吃，然后把它调成黑米馅了。我们后说我们是中抹也好包着馅了，不是是白抹包馅的，黑抹就是冲黑抹，就往糯米它要翻下。嗯，这些是我泡好的红枣，配上红枣。多放点汤漂一下。嗯，好香啊，这个能不能够用，要随着了不上呀，看对能很多呀。妈妈也忘啊，我唱了一口好吃，他说我不能也能吹的，一吹就一晃不说话，家猫完都喊了放肆，真是放肆撒了会儿。没有啊，这就够一会儿了，这都够了芝麻呀，特别干喝豆皮。我要不去江州了，那就不说话了。哎，哥哈，那小些可有豆扎错根了，去改了啊！我还没给你分了，因为你豆扎错根了，应该扎着第六根给第三根呢。哦，对。那到春节哈达前了，到用的。去洗洗手了，赶紧下去改了。俺知道。我觉得这种技能应该受欢迎。受不受欢迎吧，上我吃饭吃的那都不急。我急，我肯定强强。一点儿急的，没有劲毛的宝。妈妈，俺想吃薯条，你能妈一头做了薯条，这不有了馅儿哦了。中，米了给你做。哈哈哈哈！薯条儿，薯条儿，终于能吃薯条了。这油着了，不想让能吃。妈要吃兔头纹了，兔头纹。那本来就兔头纹啊，对呀，现在本来就兔在做了。再整一会儿会不会忘了？不会。俺想牛掌、切掌。吃点扣嘎子猪心吃的看着正的吹吹了，这糖醉了，糖吃点糖，你吃了就晓得了。嗯，没事凉应该的凉，俺吃晓得吧。关键是这一罐里就这药嘛，先吃了到第六罐，吹吹吹糖糖糖，一人吃四分之一吧。哥哥谢谢。你都吃那么多吃了很多，嗯，毛是少些。嗯，糯米、籽儿，配了哈密，还有啥药？呀，你俩差不多。蛤蟆。哈哈，蛤蟆的哈。蛤蟆。你俩还有。这好吃，跟寿司面包一样好吃。不对，这比寿司面包还好吃了。我还没有快掉了，要怎么不得劲劲儿？哎呀，那我这个呀。哥哥家，哥哥哥哥的家，哥哥家，哥哥。哎，灯起嘛，好看呀。灯里个灯，家哎。哎呀。那梦话了，梦了。